围观无罪，吐槽有理，这里是集天下英雄神吐槽神回复的时事评论节目身在曹营，我是营长李想。新年刚过，在这里我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晚年幸福，晚年幸福。不对，是马年幸福，万事如意。话说今年的这个元宵节呀，正可谓是大有玄机，因为这一天呢，不仅是农历的正月十五，而且还刚好是公历的二月十四，情人节。网络上关于这一天到底是应该在家陪老妈，还是出门陪女友的争论呢，早就已经是喋喋不休了。幸运的是，身在洛杉矶的中国留学生和美国当地的学生们，大多数都没有这样的顾虑。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来到了南加大加州理工学院和帕萨蒂纳城市大学三所高校的校园，看看这边的小伙伴们对于自己的男朋友、女朋友、暗恋对象，或者是未来的另一半，究竟有着怎样的情人节告白，究竟敢不敢面对镜头大声地说我爱你。走起。在不同的地方，但是还是很高兴那天 summer 认识了你，然后希望你情人节快乐，希望我们早一天可以见面吧。Sorry, I haven't really thought of it. Okay, you're welcome. Oh, okay, I love you, honey. I don't have time for this, so. Yeah, I love you, and it's our first Valentine's Day, so I think, I hope we can be happy forever. Love it. 我喜欢你，就这样吧。maybe. Yeah. This is hilarious. No, I'm not gonna do this, sorry. 我们一起赚钱，一起养活一个家，开开心心的在一起。我爱你，老婆。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二站 PCC， 让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勇于大声说我爱你的同学们。 PCC 没有人呢，按说已经下课了。子涵我爱你。就是我喜欢你吧。 I just recently broke up with mine actually. NowI kind of realized my mistakes. If we were to have another chance, if you were to give me another chance, I would probably do everything right now. 有意中人吗？就是你喜欢的女孩吗？昨天刚认识，名字还不知道。我虽然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是我希望能成为你的另一半。贾一文我爱你。徐玉天，这几年来真是辛苦你了，情人节快乐，拜。接下来这一站我们来到了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都说理科生不懂浪漫的情怀，但究竟事实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哇，这里的风景真的是好漂亮啊。其实之前我也不知道这里到底是有没有女生，有多少女生，但是我想这应该就是理工男的福利了吧。Love you.
明丽 I love you. Laura, see you in 2 months. Hey, hi Adam. Happy Valentine's Day. I love you. 你这还真的不知道怎么说，那就说那，亲爱的，我这个。Nutella is basically just melted chocolate, but I'm still allergic to it. No. To die in your arms would be a heavenly wish.